轉為母親節而舉辦的美食餐車節，一連兩日在卑斯理工學院本拿比校區舉行。陸文先帶我們看看。大溫美食餐車節週末期間，在卑斯理工學院本拿比校區專為母親節舉辦美食餐車節活動，提供近20幾架餐車和美食慶祝母親節。And it goes from 11 to 7, so it's a whole all-day event. About 3,000-4,000 people will come through this event alone. 活動還包括主辦方和本地消費推廣組織 BC Shop Local 合作推出的當地手工市集，有不同的手工藝品適合送給家人作為禮物。因為今天是母親節嘛，所以我們就想一起來集市，然後看看有什麼好玩的、好吃的一起。然後剛才呢就買了一些這樣的小手工啊，然後待會兒再嘗一下美食啊。現場還有不同的藝術家定時表演，市民可以一邊享受美食一邊聽音樂。雖然天氣好熱，但現場仍有很多市民帶同一家大小參與今日的美食節餐車活動。新時代電視陸文善報導。